十二指肠长一个恶性肿瘤，然后切片以后就是正常的淋巴。啊，淋巴癌这种东西就是靠化疗，然后化疗到已经控制到一个流程的时候，才做干细胞移植。刚才讲到这个干细胞，印象很深刻。干细胞移植就是最重的化疗，10倍化疗。啊，很多人呢，身体受不了，一般就走掉了。我医生跟我讲说，我的命是从一点一滴这样子慢慢帮我捡回来的，所以我也很感谢我那个主治医师。我买两本书，一本就是要送他，啊，就跟他分享一下说，我吃这个百里芦醇，啊，今天我恢复了到我生病以前，生病之前做化疗之前的时候，到现在吃这个百里芦醇。然后我大概用了2、3个月，我现在身体跟我之前生病前的时候，已经恢复有90%。很感谢杰斯公司，有这么好一个产品，所以我今天有这个机会在这边跟大家分享，也非常感谢，非常感恩，谢谢。